期出道至今有过许多经典作品，虽然身为视障人士，但个性相当乐观的他经常会在网上发文开自己玩笑，幽默个性受到许多粉丝喜爱。但没想到近日网络上却流传出一段他背对台下观众表演的影片，意外在网上引起热议，甚至有网友开始质疑是不是工作人员的疏失才会让萧煌奇背对舞台。对此萧煌奇本人也亲自解释，当天助理带着他上台，本来的定点位置是正确的，但因为台下学生太过热情，才让他误以为四面都有学生，所以自动采取四面台的表演方式，希望大家不要怪罪工作人员，同时也谢谢大家对他的舞台表演这么关心，这么支持。高 EQ 的还原当天现场状况，不让工作人员成为网友攻击的箭靶，让网友纷纷大赞，真的又被萧煌奇圈粉啦。Bye.